tail of the tape. Mardani, the more experienced and the taller. 8 minutes. Mardani, you can get a last 16. Heavyweight contest. Mardani straight away thinking about the headshot. Wasting no time introducing himself to Isam Wirt. Big punch from the Iranian. Nice shot underneath there from Isam Wirt. Doesn't care about the reputation. Just cares about getting on the board. 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李 李生焕这名选手，他是在咱们的 海选赛获得冠军，进入本次比赛的。那在 Good punch there again from Isam Wirt. He started with a headshot there, scores clean. 在男子上一周的比赛当中，南宫桓也是经过海选，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在获得了大满贯赛第二。You know the back leg is there for the Korean. 看看李生焕他是否也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他在。 海选当中最后决赛击败的对手，在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一看李生焕他的这个特点，面对伊朗的选手，感觉他们特点其实都是比较凶狠，打法都是比较凶狠。刚才李生焕已经能够看得出来。对，其实，在体育上比赛当中，我们运动员都知道，伊朗跟韩国是死磕。对。 伊朗每次看见韩国就会死磕，对，伊朗每次看见韩国就会死磕，就会死磕。因为他们伊朗是身体能力相对差一点，所以每次伊朗选手遇到韩国选手，他就会来个ag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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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非常的足，好像没有试探对手的这个意思，上来就是反正他们有劲儿，对，反正有劲儿。Danny wasted it now。但是现在李胜焕呢，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技术上的变化，目前是以一分暂时领先。但是两个人打起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在经过最开始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对对对，他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运动员，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距离有了，我觉得，哎，自己高兴为止，高兴就好。两个人都是非常的强悍，突然间啊，敢用拳法，近身的拳法，但是没有能够打到。但他那拳没有伸直。哎，没有伸直。就只要胳膊是有一定的弯曲度，打到也不。Headshot there on the way through. We'll gladly take the gam, John. 一次成功的击头。That's a real sign of confidence. When you shift forward and go with a chop like that, up for the game. Danny knows he's in it now. 基础打得非常好，整个战术的战术意识非常强。从很小就开始打比赛，不管是学校的比赛，然后区域的比赛，还有各个地方，然后国家会全年不间断的比赛，所以他们的比赛经验虽然国际比赛经验非常少，但是他们的比赛经验真的是。而且毕竟还是要算是韩国的一项国际，他们的。Counter from Nerini, headshot over the shoulder, perfect there from Mardani. 马尔达尼又是一次击头。如果说刚才李胜焕不是一次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击鼓了之后，紧接着往上的一个直拳的话，那现在双方就应该是平局了。但是他刚才通过那一拳，领先一分。看来双方。Coach loving the work here of Mardani, who gets lost in the clinch there a little bit. Nice movement from Ethan Wynn. 得分的点还是相对比较少。We have any more movement on the last 30? 第二局还有三十秒钟的时间，两分钟啊，看上去好像时间很短，但是对于场上的运动员来说，场上的这两分钟对于他们是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来自于对手的眼神的信息，来自于对手的手脚身体移动的信息，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最短的时间内对这些信息做出处理，然后再做出反应。瞬间的反应和判断，这个时候其实都不是想的，这是条件反射了，对，训练当中。第二，权力就大，他掌控的时间比较多。当然，这在我们这样的高水平的赛事当中，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很难的。这里直拳在，
It's all tied up. 突然前移啊。对对，这确实是非常有效。Like back leg boot from Lee Sung Won。跆拳道的选手基本上在对抗当中就是靠自己的双臂的这种摆动来保护、来隔离、隔开对方的。Arena is for these men to fight in。就是手势两扇门，全靠腿打。很好的印证了这句话。手势非常重要。所以摆放的位置就很关键了、嗯、而且有时候假动作也需要手去控制距离他不光是两扇门同时也是一把尺子对对手放在身上或者是把手伸出去这种距离感是不一样不一样的给对手造成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How much energy is that taking?Someone taking his time, slowing things down. Good shot on the inside from the Korean. Slowed it down, changed the pace. 得分的同时呢，刚才马尔达尼也是在准备拿自己的后手直拳在打迎击。Nothing like Korean time, and they just slow things down.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得分。马尔达尼 fell into the trance. 那在现在的这样的规则情况下，有没有选手啊？可能就是我索性弱化自己的腿部进攻。我在一场比赛里面最大限度的使用自己的拳法。有有有，第一周的比赛有一名选手就海选赛中有一名选手用拳得了十分，用拳得了十分，对对。这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确实是很少见的，很少见。但是，其实裁判也是非常愿意看到，就啊，对手有这个漏洞，他不去防守，那你就逮到一个机会，你就打就是了，因为这是有效得分。对，我得分是合理的。对，我在比赛当中，我是非常提倡运动员，一旦发现对手有这个漏洞，就要不停的去打，因为很少有一些运动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反应过来。Headshot over the shoulder, lands clean. What timing!What a way to score, Sergeant Mardani. 对，现在李胜焕啊，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够了，拼命的反击，但是这赢了，比赛已经结束了。Excellent from Mardani. What a way to close that one out. 绝杀呀，绝杀逆转。